等一下哈，我弓箭传说先划完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老巨也入坑了。哎，那我应该是要在东特以前玩一堆游戏呀。我游戏清单里面很多哎。那我等东特结束之后再来玩好了，这样你们就会骂我说为什么不早点玩，这样吗？这样有比较开心吗？好了，我划完了。哦，有玩《弓箭传说》的可以载回来玩，因为听说要有多人模式了。什么一个推证一个准？不是，这个我买很久了，是去年的游戏了，还是今年初吧，忘记了，都买很久了。然后打怪的又好像还没有兴趣啊！我还有一个是打怪守塔的，就是你要自己盖防御塔，盖完之后你要拿枪自己去帮忙射那个射怪。好的，报名参加比赛。我们继续去虐菜，一直这个报名助理宣传活动，Go Go！啊，这个我就不管他了啦。夜魔侠，一个新技巧，一个新的赞助商，为队员制造一个好习惯。FB 聊天室变黑好不习惯哦，我都用黑的哎，我现在都习惯用黑色的，眼睛比较不会痛。生活辅导，
太惨了吧！再来一次。132K，哎，扩建啊，活动室，新建跑步机，哎呦，对啊，尤其是我那时候踢掉一个妹子，我就觉得很难过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太蠢了吧！这个要给我江狗用，管理人员，我的队员，我的江狗，我的江狗，移除。靠，这么多了，追猎者使用。那种暴击加一出，哦，是剩三点使用，是追猎者。喂、欸，不是吗？不是是，不是是吗？哦，操作哦，加操作就好啦。使用，还是不够。啊，白痴啊，你是啥炮哦？哦，低能，我说我，哎呀呀呀，走这么麻烦啊！好吧，那你用这个吧。Top 一出，追猎者，这个好了，关闭。不是啊，阿斯要回来了没？要直播了呢，要开台了呢。管理建造，哇，来不及直播了。开个30分钟聊天台就关台了，哇，真像我。不对，我有钱，我可以聘请人员呢。管理人员，等一下，工作。点数不足了。队员市场，只有 B 耶。
道具都给表现好的用，是哦。哇，星星没不同赛季吧，你不是在玩第一赛季的。又要冲又要后期，哇，杀回！可是这发育是紫江狗啊，那就多游走吧。嗨，安南，影影安安，哦。有感觉吗？我点了那个，有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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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不要送头。没错，现在这样子哦，是啊。可是没虐菜的话，我看刚刚那样子，哇，船长被秒啦！那我先给他挂着，我再挑游戏哈。我其实还有一款也是单人的游戏，可是就是因为这种游戏如果单人的话就不好玩了。很巧、喔，
好，你慢慢烧。这种是打怪类游戏啊，但是觉得打怪类游戏多人会比较好玩啊。反正就明天玩这款吧。类似那个啦，那个什么英雄围城，但就是改成单人的。还有小鱼之前也是叫玩爬塔游戏啊，那个抽卡片爬塔那个，我一直摆在我的那个啊收藏库，那一直没玩，从来都没打开过一次。老居然，打，请打到眼泪掉下来，哇！神魔不是转租吗？你有好的卡片，你还是要会转才有用，不是吗？你说表现最好就是上路跟中路吧，哦，下路第一。哎，对，游戏没改，感谢你属性。电竞，哎呦喂喂喂！其实大家都还蛮高的啊，这个。这种活力吧，活力。神魔好像100多等吧，可是那时候就是都用带兽王队，居然不是。夫妻档，
哎、欸、呀，北火力要怎么回呀、啊？放着慢慢回吗？还是要参加什么活动才会回吗？有啊，那个谁，啊，那谁谁买了你？无缺吧？说你也买了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在 DC 打字的。晚上的时候让他们去健身，心态则失去娱乐。哦，那一样啊。可是他们有时候都会抢器材啊。本来想私下玩这个，因为玩这个东西感觉就很多时间也是放着，那状态不好放着就常常会发呆或什么的，就不会顾到聊天室，只能慢慢抢。好。我刚刚走到门，他们常常都走进去逛街啊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哇，一个打两个打四个哎、欸，傻眼。哇哇哇哇哇！又追到温泉去的低能啊！唉，唉，哎，四杀哎，有个成就不是要五杀吗？我就不知道这个赛季能不能拿到。就只能挑一只能力高一点的，然后再挑四只能力低级的，这样拼拼看。哇，送光了！哇，太屌了吧！的人。
谁？居然是他！哎、欸，我发现刚刚打的是忍者、欸，哎，前两场都是打怒吸。还是蜃楼啊？版本更新，哎呦，这个是谁？二，哎呦，黑玫瑰，不是，伊芙琳 buff， 打野 buff 哦，助理。买东西啊！哎，不对，我们点数有点多哎，教练。可以不要你吗？关闭，等他辅导完，好。哦，难怪他会那么高。森木早安，第一次跟台，早安早安。我昨天是虐菜十分钟。二十分钟内加没被击杀吗？那个很简单欸，人物起来就好了。S 级的赞助商，管理人员，我的队员。钱比较多，关闭。嗯，建造。嗯，赞助商，哇，这么多了，可是知名度都太低。哦，现在可以了、欸，不低了，不低了。然后我超会发文啊，他说就是不要浪费点数去那种太难的，就是你就是如果都嫌太难，就去宣传活动，增加自己的曝光率、知名度。每场比赛结束后，好啦，加这个啦。那我们。去队员交涉，我们再来辅导人吧。疑惑，小，你习惯应届工伤？应届工伤就是。不好啊！听说他是说浪费上面这点数啊。
差一点点。是多想宣传啊，还是拼命去宣传？天哪、啊！哪个赛季最新赛季？我知道应该是一样从头开始玩吧。刚接到个电话，电话里面说手机号码抽中了大奖啊！真的是中大奖，今天有人1000块，这是一个骗局，不，这样的好运千万不能错过。哎、欸，又有了，又可以去，不是骗钱啦，又可以去把人拐进来了。多很多啊，所以现在是虐菜啊，虐菜环节。怎么又有啊？啊，这个管他去死啊！这个就是把他宠到公主病很多之后，再把他解雇掉，有没有？活动是剑客训练，可是这个冷板凳的人气太低了吧？我怎么用它？啊，点数不足，管理要把它用回来啊。等训练完，确定。约战高手，嗯，加喽，还在你的愿望清单，你就等那个啊！你看，东特快结束再考虑啊。这应该很耐玩啊，它很多赛季，很多赛季就是有不同英雄、不同职业选手。因为那时候我就看了无缺玩嘛，他的赛季里面就有那个索拉卡，像我这赛季就没有。完了，有人翘班不直播了。
点这个顺序有差吗？好了。少女手办，搬家这个啊，这游戏在十八都没玩，就跟刮刮乐一样哦。是哦，这游戏也是刚出就买啦，一直没有时间玩。每次游戏都是很多游戏都私下玩呢、啊。那想说，既然每次都是下完的时间，就拿来开台湾啊。你说英雄吗？那怎么可能 ？S 不可能 S 1到3的时候出现那个吧？差呀！对吧？要合理一点啊！你打保守也打那么凶哦，傻眼！那都用保守就好了。然后讲完之后又送头，气死！你看，就这样，而且在塔下就送掉了。那浆果还在蹲呢，右下角那个浆果还在蹲，哦，蹲出来了。啊，都选保守了，是有差哦，气死了！按激进，不管他了，又走了。怎么后期？那是后期的事情，没有前期，哪来的后期是吧？